其实我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联系了一下我前任，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分手，但是他结婚了，然后他说他最近怀孕了，是双胞胎，我很喜欢双胞胎，我是祝福他的，就是这种难受我一个人承受就可以了。他哭，一开始上来他就先哭了，我当时还没听歌，我就有点愣住，不知道作何反应。好的晚安，你不用回，我觉得我真的再次见到你了，好吧好吧，这肯定是梦，醒了痛，想不通，一切逃不出意料之中。其实他的歌名让我对他是有很强的抵抗力的，但是当他唱出第一句的时候，用旋律把我们真的讲过的话唱出来的时候，好的晚安你不用回，我是讲过这种话，所以我没有想过他装在歌里能这么合理，因为他旋律也是超对的。做了这种 no， 永不再说话的朋友，泪痕酒臭冷风碎，而且这几个字它的文风放在这样开头的一首歌，其实你乍一想是很突兀的，它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文字内容，但是它能让它变得合理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做了这种 no， 永不再说话的不要。我是一个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人，我开心我就会笑，我不开心我就会哭，所以我在唱的时候是真的有伤感到自己的，积压了这么久的感情我一下释放出来，我舒心很多。这肯定是我心了痛，想不通，让我活在有你的这辈子里吧。我真的很开心陈立队长能选择我，然后也听懂了我在跟你想说的故事。当我听完所有的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一点都没有后悔把那个名额给他，因为那首歌真的是一上来就中了。